大家好，我是一球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幸运数字。大家稍微看看这些球员的表现吧。凯恩有六次出场，五个进球，两个助攻，还可以吧？啊，图伊迪有两个助攻。林加德十场比赛四个进球，六个助攻，也不错。罗里格其实也不错，但是这凯恩来之后没他位置。其实罗里格本身表现挺好的，其实数据上看这个不比凯恩差。左侧后来没怎么踢过，八场比赛三个进球，两个助攻。格罗温六场比赛两个球一个助攻，其实就表现一般了，不是太好。像 Tyson，我们上期想试嘛，这个没怎么踢，这个半场都断了，这期继续吧。这时候就很糟糕嘛，八场比赛一个进球一个助攻，他是首发。怎么来这儿？13场比赛两个进球一个助攻更烂，还是我自己先去抽个数字吧。录视频的这个软件有点问题啊，又找不到了。将就着大家将就着看一下，也不太影响。抽一个1到7啊，七。七是比赛中使用一名中北美洲球员，正好我们看看我们这套阵容啊，这个周末又有些比赛，我们看我们有没有什么球员这个提升数值啊什么的，还真没有，呵呵，中北美洲我们有没有抽到什么新的球员啊？杜桑托斯，哎，赫尔南德兹，让我们试一张赫尔南德兹吧，替补把他换上来。赢一场输了一场，下比赛最好还是赢下来，平了也有可能出线，输了的话可能就出不了线了。梅西、苏亚雷斯、大罗，哎，莫里奇也涨数值了。莫里奇我也从来没有用过呢。凯恩射一脚，登贝莱不进，你射的是，你得往门里踢啊，大哥。腿短，每次这个直塞都差半步。0-1，45分钟，终于换下来了。这半场了也没有死球，这赫兰兹才上来。凯恩继续那射门，1-1扳平了。哎，大罗2-1。1-3，诺伊尔可能是那什么吧。就喜欢出击吧，我没让他出击，自己已经往前站了差不多好几步啊。其实我们射门次数也不少，5次，然后就射正2次。我们还是一是优酷，二是 B 站，然后三是 YouTube。不过评论随机抽一个吧，二还是开，三卡包，非常感谢 Jackie 哥。啊，这是之前那个这场比赛之后送的卡包，什么都没有，乐倒挺开心。西班牙右边锋瓦奎兹啊，哎，不行，试试瓦奎兹吧。登贝莱我已经失望了，这个每场比赛都没什么表现。然后上场比赛换下来之前还踢飞个大单刀，不叫踢飞个大单刀，一个大空门直接踢还给门将，佩雷亚没什么用啊，哎，没什么。哦，法国右边后卫，他应该怎么读？帕瓦德呢？他在德甲对吧？R4，这哪场比赛和谁来着？抽一脚大凌空，啊，还有马内，其他的也没什么。他一会儿可以试一试。费尔南德兹试了好多场啊，其实也一般。费尔南德兹就是高，然后这个速度也不是太快，控球也不是太好。哇，这个包什么都没有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！让老新换上来埃雷拉，那个格洛温大部分比赛也没什么表现，偶尔能闪光一线一下。
罗里戈虽然说表现其实比凯恩要好，再用罗里戈踢踢吧，凯恩禁区转身太慢。然后瓦奎这么新抽到的，然后这个右边后卫试一试，选一个这个3412，基本上这算游戏里顶配嘛，可能就差个大罗吧，还有要不然就是他有他不愿意上。哇，罗里戈没进，但是骗到一个点球，梅西都防到禁区里来。哎，小罗争头球，0-1。罗里戈进了，1-1。突一滴，我的天！他是左脚，泰森大胆到又踢门将身上，马内上来试试吧，踢一下这个泰森。泰森其实也一般感觉，泰森踢了好几场啊，控球速度还行，射门也比较差。罗里戈2-1，这就是我喜欢罗里戈多于凯恩的原因啊！凯恩要是刚才那个状态下拿着球啊，这个转身肯定过不来，那罗里戈很快就能转过来啊，形成这个单刀的机会。马内，看马内就比泰森要好啊！其实他是左脚，不是强势脚，他拿右脚踢的远角还是进了。这场新换上两个队员，表现都非常好。罗里戈还有埃雷拉，马内踢不上来，进了个球。今天捐鱼玩最多的是全色天下有情人，非常感谢。早早捐鱼玩的就跑了，不在直播间了，群里问了一下也不在，那么就随机抽一个吧。二，还是开三个卡包，自己手气还可以吗？这场比赛还送了个卡包，还没开呢，也开了。单个全包真差哎，萨科。我希望可以黄一次，每次都是蓝一下，又是西班牙，又是瓦奎兹是吗？换了，他我们也有，其他的也都是垃圾。鬼子们，哎，拉卡泽特，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英超踢飞，祝你下一季好运啊！一会儿我们试试他吧，反正都抽到了。法国中后卫，法国好中后卫都抽到了吧？就是瓦拉内。行了，回头献祭吧。那么多高数值的球员抽不到，这重复了。其他，Hector，左边后卫，也还好吧。咱们试试拉卡泽特。库里尼奥在这里是右边前卫啊。不过这版我比较开心的是，就像布斯克斯这种球员可以用，多好。
啊，奎兹哇，竟然进了，我没想到啊，1-0，哎，1-1，角度已经挺小的了。啊，之前射门这么好啊，这个停球直接就弹出去了。朗德特，对面也送我个大礼，二比一，戴森还是下来了。马内上来接着踢，瓜拉多试试吧，瓜拉多还没踢过呢，瓜拉多上来踢一会儿。埃雷拉，3-1。林加德单刀，4-1。哦，好漂亮啊！都20多一个倒钩。瓜拉多，哇塞，这也不进，不进吗？瓜拉多以后也不用登场。运气不错啊，弹了两下立柱。马奎斯啊，该进的不进。马内踢下这个马奎斯。马内还是马内稳。拉卡表现不错啊，这个没怎么进球，但应该助攻挺多的吧？因为后面对面对手压上来了。对，后面都是空当，球给到中路，他能分到两边啊，所以助攻比较多。马内其实还是挺不错的，基本上，哎，这个有单刀啊，都能稳稳的送进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暂时也就先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，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就是留言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